公益大厝公益节目，大家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刚刚我要煮料，但我要煮料无？会使讲咱同修建联大家，大家晚安啦吼。晚安，晚安。啊，咱真久无来到这个庄严的道场，会使讲非常的这个欢喜，也嘛非常的这个兴奋，因为呢，咱真久吼无咧讲啦，啊，所以吼、讲起来真正会紧张。阿嘛会使讲，一拢面真欢喜，啊一拢面真兴奋。不过呢，今仔日咱在这合道当中，咱会使讲，这是会使讲上天最好的安排啦吼。咱常听人咧讲，上天最好的安排，这一句话嘛会使讲。咱每一项吼，或者伫咧修道的当中，虽然啊，咱道理听过足多，啊，咱是毋是讲学个把这个道理引入到咱的心中无？所以呢，咱今仔日参咱要做伙讲的，也是讲。挑选这一条路，因为咱行着修这条路，第一，咱爱先知影，咱是公交，咱老母因典，啊嘛，大家沾着咱祖父爷的风烛呢，啊嘛沾着咱何老前的伊伫大陆，啊过来台湾开封啊，五大奇兴。啊，再来将受着咱陈建民，而且各一点凡事，大家遮尔慈悲，啊来鞭策教导，所以今仔日呢，我较只当有这个机会，再来遮见学，我来遮学习。啊，恁伫遮咧讲呢，咱知影讲，这个每一个。修行的这个立场，拢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今天咱若不是上天最好的安排，咱就当来吼，你也看，咱看伊四方八达，爱当哪咧开班，啊来去做一回。那这上天最好的安排呢？这有一个典故。啊，咱起初呢，咱把迄个心情放。放火会当顺事啦，吼！阿婆发生来讲，这个为何？讲这上天最好的安排，吼！你要看每一项动作啦，咱会当来修行，这嘛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所以咱来讲一个啊，过去啊，吼，有一个国王，啊，这个国王呢，伊作为打咧，做番卡拉，卡拉咱知影吼，出去外口，那国事办乱，阿得爱得去卡拉。爱卡拉的一个上好的师长，就是讲伊的官，就是伊的宰相。啊，有真正的这个国王，就招这个宰相。我今仔日国事办乱啦，啊，咱来去山区。哈啦，那这个宰相当然皇帝咧讲啦，国王就是皇帝嘛。啊，这个国王咧讲啦，伊唔敢抗命，伊就跟随这个国王去到那个山顶。啊，将一人安尼骑一只马，啊，去到那个山顶的当中，这个国王吼，伊专心就是想咧哈啦，啊，所以去到山顶就是咧看那个动物。哦，忽然间约看到一只树仔下有一只的花爸花豹，啊，这只花爸吼，伊
伊伫迄个树仔卡遐咧乘凉咧，迄摇摇怎咧？啊，这国王看到啊，吼，伊就作阵去了，一支弓箭杀咧，就甲劈去。啊，劈去拄啊着迄只花豹的只红军啊，红军啊过咧，我同啊插咧。我这只花豹着伤啊，啊着伤惊一下，同啊安尼忘记啊。啊，国王是哪阵死去啊？哦，就随时啊，徛起，徛我去啊。哦，就甲徛我去。徛要徛我迄个，迄个一只花豹了。谁知这只花豹伊无死啦，伊都受伤了嘛。啊，伊转手伸要去甲抓一只花豹转去的时阵，哇！一只花豹吼，叫弹一个都把伊气死个哦。啊，本来伊都足伊个本性足勇恶个啊，啊，搁哦弹一个吼，哦，足歹个啊。怎啊，轰一个吼，怎啊伊用炸起来啊？炸起来，拢对国王就打伊个家己啊。这国王哦，看一个惊一个，手怎啊过去？过去哦，一只花豹就对手就甲打个，啊打个吼。我国王哦，听一个，我手短硬蹲来，啊，系啦，蹲一下，我当一个镜头，当一只镜头啊。我今仔爱食盐水，啊，这个宰相看到这个情形，看到这只花豹甲国王打手吼，我伊要蹲来的时阵，这个宰相补一箭，怎啊对迄只花豹甲弹一个正我边啊。这花豹真正死掉，死去啊！啊，死去的时阵，哪着安心啊？啊，安心要来，手已经约打断去，一支针头啊！哦，那国王讲，衰啦，衰啦，收兵，等下，啊，怎参这宰相官带回来，到伊的后背两下。国王就带好物食，伊就带食迄个足郁闷呢，心头足郁闷呢，在遐啉酒。哎，就讲今仔日吼，开彩头，吼、哦，安尼咱要出来呢，啊，就安尼吼，拄着这情形安尼啦，安尼一支手脚打断，一支针头啊，伊啊，啊，这个宰相吼。伊是读经书、读啥个，读到足饱个嘛。啊，即、這个咱人个命在变化吼，宰相拢会当算、会当看。啊，伊溜嘴就讲用啊，讲一句话啦，讲国王啊，这就是上天最好个安排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国王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伫遐咧啉酒，话咧压杂事个吼，怎对得到？你在讲啥？上天最好的安排吗？是上天交安排，啊，我国王交安排，好，就去参上天殿了，对啦。伊讲，是啦，啊，这都上天最好的安排嘛。但是这个情形，这个宰相拢后来的什么因果，伊就较知影。啊，所以吼，甲讲一句，国王作死去，讲啊，安尼好。把他拖出战，哦，特别把宰相拖出战。啊，这个宰相吼，拢无惊哦，拢无惊。伊知讲咱人的命运是有注定，所以吼、哦，伊讲国王，你若是要把我拖出战啦吼，我、哦、这嘛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我、啊、笑甲真欢喜啊呢。这国王我真生气，讲拖出去，拖出去。我去开战，啊！这武士啦吼，国迄个国王的命令，迄个将军武士吼，伊就讲，到底国王你是讲真啊，讲假啊？宰相是你上好的随从呢，吼、哦，也是参你上弟弟的呢，啊！你是安怎还要来开战？哦，伊出言，伊转吼。
就从啊工厂，你看伊走，伊就讲要赞声一句讲，无啦，啊恁这恁这武术是安怎，拢唔听我的话，是要造反呢？要抗命呢？哦，啊这個、这武术伊惊着，哇，我两个心，啥物就甲拖出去啊！啊，要拖出去这宰相呢，伊无紧张。阿妈袂惊啦，爱就互拖出去。啊，一个拖出惊几步啊，国王啊想着讲，唔对咧，这个是我上好的宰相啊，跟我上好的随从，就是伊的上好的官。拖转来，拖转来，慢些，慢些，拖转来。卖账，甲卖一个月。这个宰相伊讲，国王。关一个月好，你唔甲我赞，啊要甲我关一个月好，这嘛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国王哪听是哪生气，怎去关的？啊，使关的。啊，这到了，别人听不出来，听个在地里头，对吧？急一个意思了。这宰相伊嘛欢喜个。讲好，你甲我关一个月，啊，我嘛是这上天最好安排嘛，我该关我就来关。哦，啊，怎啊到迄阵吼，关一个月，真正甲关，啊，甲关了后，拄好安尼，国王出头啊，袂当出脚啦，无搬嘛，啊，无搬哦，拄啊到了迄一个月，拄啊去存钱去，啊，这国王吼。做无奈，讲啊，拢无看人去拍啦。啊好啊，解带啊，啊怎解带啊？哦，即摆唔免即个，唔免对因的宰相甲赔偿啦。哇，去到山顶的时阵，怎解，吼解骑马就出去啊。啊，去到山顶的时阵呢，看拢无半只队伍啦。啊，无挂只动物啊，无啥。忽然间，一群土人啊，突然啊吼，土人咱知影哦，伊拢无迄个，拢眼皮也袂通啦，啊，都怎啊甲这个国王四边怎啊乌团团甲围住，要甲掠这个国王。啊，这个国王惊一个，啊，那干嘛？伊咱宰相都无来，哎，就讲。哎，你不要抓哦，你不要抓哦，吼、哦！我有金山，啊嘛有银山，我拢付你，你放我回来，那可怜。哎，天有，这可怜个，伊才有咧用钱嘛，才有咧用钱，所以金山银山伊无用个，伊讲我要甲你掠去，我讲好钱，怎啊叫你掠去？掠去个时阵哦。怎啊？衫裤拢共拔起，啊用一个大鼎、大杯啊，吼、哦！好，我就伫里晓，伫里晓滚枪枪，要人把这个国王掠到烧死。啊，烧死是要创啥？是要烘迄个？因遐有一个到月光的时阵，就是讲到这十五月光的时阵，因有要祭女神啊，对唔啦？作用是制度性，啊！你把这国王杀杀后，就像咱太监讲杀杀后，就当有去制度性安尼。啊！这国王看到人咧，衫裤拔了了后拔咧，啊！正看到迄大花的水开始在滚啦吼。啊是啦，我今仔日吼，这有影宰相讲的，讲这上天最好的安排啊。吼、哦！啊，呾滚枪枪啊！啊！但是最后要甲沙罗定的最后一个迄个为原则，就是爱啥爱请迄祭司，祭司啦，祭司就是咧坐的迄个法师，爱来甲验伊的身躯，哦，验这个国王的身躯，啊，对头壳甲看到脚底。啊，对正手柄看到倒手柄，全身拢甲看透了了。
看看来讲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来帮帮你，什么原因？哎，他好聪明哦！安尼就是不转，安尼不转哦，伊就讲，帮等伊帮应，这袂使，爱去另找啦。这个换一个吼，人一死啊，一个办去啊，三个买啊，翘来唔得，拼回来啊，拼回来啊，怎？讲到水，怕无了无动物，啊，怎就去多啉？困着嘛，咱人啊，代志做袂成，拢加啊做不出来啊，啊，就多啊啉酒。啊，多啊啉酒，才一个想，是啊，今仔日哦，一个月到来，哦，今仔最后一日啦。啊好啊，再上去把我放出来，哦，人足压杂的，啊，再再上去你就咱哪能甲放出来？放出来吼、哦。宰相讲，见着国王讲，国王，你回来了，这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好，他爸为着讲这句上天上好的安排，他杀要去斩，尾也搁他杀去关。啊，今仔搁甲你放出来，你往哪搁讲一句？转就无生气啊，伊都拄着宰相嘛，伊都无遐生气啊。来。坐啊，参我饮酒，饮一杯。但是你要甲我解释，什么上天最好的安排，讲好。啊，转这个宰相就甲我讲啊，你若假使无甲我关一个月啦吼，我若无互你关啦吼，我今仔你要出去送餐，你出去，宰相你啊，哦对啦。都嘛是爱伊参面出去，哎，你乖的煞袂当厝啊吼！啊，伊甲讲安尼尔，伊就讲是啊，啊，这是上天最好的安排了，对。伊啊，若无我若今仔去参你出去咧，你枕头点一地人讲你不转啦，伊甲你放倒去，啊，我无欠怕啦，啊，我是毋是倒啊咧换我倒去迄个鼎，吼，温老师啊，讲这不行。这个王讲哇，这确实是上天，你啊上天最好的安排。所以讲，上天最好的安排，咱每一个动作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哦，所以呢，你这边他比较这个个王他比较上来讲，咱每一个人，哦，意思也就是讲，咱每一个人所受的因果，所受的业果，所受的啥？拢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今仔日一旦会受灾哦，也嘛会受到受到安全，这拢上天上好的安排。若无上天的安排，你无法度通去通去逃脱。所以讲呢，咱直接咧了解就是讲，咱来明白几点。第一，今仔咱求道。啊！今咱求道，咱会当来求道啦吼。这是咱的啥？分迄个金祖的根基啦。咱的祖的根基，你敢看？前头还讲祖的根基根基，今咱会当来求道，你爱讲明一点。咱若无咱的祖的。做有好，叫你来求道，唔啊，迄我唔爱。你啊看，咱以前对哩经理的身边啊吼，有迄个安尼跪啊，已经命迄个挂好过啊，啊跪遐开始在甲点啦。慢食吼，啊经理讲慢食，我袂使，吼、哦，你阵间会跪哩。我们来采地啊，地咱明仔就袂用。好，袂使。哦，啊，迄阵我咧做上咧，啊，我惊一个香用，啊，我爬起嘛。我袂使，慢只点咧，袂使。吼，啊，迄个就是啥物人多，就是咱的市场。啊，市场多，迄个咧算啥？卖鳝鱼、卖鳗、卖迄个山海产。
伊讲我今仔老你点落吼，啊，我都未满，未成年啦。安尼，袂使袂使，我挂要倒来啊，吼，爱赞就要提点的。朋友讲，把囡仔点点的，你较慢点就好。啊，我会使安尼，我都要求，我，不要嘛，迄个缘到遐，你无经济组定啊，歹，你决定就讲不到别人平分，这是事实。过来，无傲无执，无知无我，吼、哦，无知无我，这是咱行道的条件。咱要会当行道哦，要出来度人、办道这物件，吼、哦，就爱无执法、无执无我，哦，咱这个无知无我。佛祖甲咱讲的，讲咱每人拢有迄个如来智慧的德性啦吼。啊是安怎？还啊，佫直接咧做众生？咱佛祖甲咱讲，就是有五种五见。所以今仔想到咱的五种五见有消除无？若无消除掉吼，我实在咧死我。但是这先我讲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会当去行道，吼、哦，会当去行道，这就是爱心改善，改这个无主无见，吼、哦，无主无见就是我的执着，吼、哦，我的执着，我的爱安怎，我就是变安怎，这若无消除，你因为你的我执。太重，你会把迄、那个对甲唔对分辨袂好，迄是要照安尼做。安尼无形中，你就甲众生的问题解决、消掉，吼、哦，阻碍着咱众生的这个缘分。吼、哦，过来就是讲，这个吸力福利，这就是咱这个。修道的这个条件，咱要修道爱吸气福利，咱大家有听过吸气？哦，这就是咱老头，咱拢像这青年班的吼、哦，这咱拢有去写读这个大学。什么叫做克己复礼？吸气福利？咱修道的功夫，就是爱吸气、吸住，啊，气就是自己，吸就是浮标，吸住咱的啥，自己的这个使用，这使用若无浮标，咱的本性就变，一定拢会贪啊，吼、哦，咱的使用若无清净。天理就会当分，事实是毋是有安怎？吼、哦，所以福利，这个福利就是咱会当，把咱这个气度标标后，咱的恢复本性。咱这个恢复本性，咱要去度人，要去创啥人的幸福啊？吼、哦，人会讲哎，人修道修了真好，我就来对伊修道，吼、哦，所以。所以这就是吸地福利，福利的意思就是，咱会当恢复本来的这个咱的真面目。咱的真面目就是良心。哦，咱的这需要克服掉，咱的良心才会变，良心会变，哦，咱这个人生才会。所以先如定甲咱讲，修道无啥物功夫啦。只要你人心甲杀落死，你的良心土个，道心就现。啊，这就是咱修道的功夫。所以过来就是讲，爱感恩忏悔，吼、哦，感恩忏悔了愿这三项。啊，咱会当感恩咧，咱的感恩有做出来无？
咱若感恩有做出来，咱对咱的前辈者，咱会恭恭敬敬。因为毕竟咱这个道理，唔嘛拢是前辈者点传输，吼、哦，这个、前人，吼、哦，先有班恁讲啦，吼、哦，先有班，嘛拢来甲咱支持啦。先有班无定咧开，唔过咱的这款吼新传班定咧开。按新传班所有的这个讲师啦，吼，伊就是教咱安怎做人，安怎来修持。咱有恶，若有恶，咱就想讲咱用人心咧做代志，无效，哦，对袂成功。用人心做代志，爱搁再受落多两回，一定爱用良心。所以一项三项人讲，你有良心无？你有良心无？哦，咱若无犯，无违背良心，咱凭个大胆说出来，我有良心。因为我的心，我是善良的心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得敢讲敢讲。啊，若无这良心毁灭，良心毁灭掉，我菩提自性就被毁灭。咱的菩提自性嘛是去予良心摆去，咱的菩提自性颠倒无彩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咱这个。人讲圣人，即种圣人下个安稳，人生一定爱杀落死，所以他用啥物剑，用刀啊，斩未死啊，用佩剑，用佩剑，咱咧避免他，哦。所以呢，爱感恩咧前辈者，哦，像咱何老千咧，大约我大兄，哦，即嘛是爱感恩，那无伊。我大医生伊袂当家将有这真多来通到咱台湾。过来，咱的这陈建明啊，这点传书，这前辈者辛辛苦苦定咧开班，这拢爱讲感恩。尤其像各班主，咱啊只有电风扇墙，有这庄严的道场，通互恁修行，这拢因的牺牲奉献，咱敢无感恩的心？对，咱也是有用心的人，咱会感恩。每次的感恩的当中，你会学好，你袂心袂去想歹。哎，人恁帮助真注意，啊，咱嘛是要爱来注意的，哦。所以，慈就是助人于乐。咱这个主就是素人娱乐，哦，咱定咧开嘴合嘴啊，某物人你都爱支持，但是咱有实在安尼做无，哦，这个主，这就是素人娱乐。比的国人之苦，所以咱拢一个两字主笔拢不是挂在嘴的讲啊。哎呦，陈先生主笔一个，哦，啊黄先生主笔一个，下咱是干那想要念这个啊呢？有实在做无？哪有实在做？这主就是素人娱乐，咱互人大家拢会当快乐，互人会当大家拢会快乐的这个人，啥物人？圣人先夫才做会出来。所以咱尽哪咧做善事，吼、哦，要让伊快乐，看见人艰苦，咱想办法落帮助伊快乐。这款人就是主，这主有一个人主。哦，要发出这个慈悲心，你就要用咱的最这个人内底，包括阿爹讲的良心、佛心，哦，这个人发端出来的时阵，你咧做才实在会去做善事啦。啊，若无像讲的尔，哦，所以真修实念就是安尼啊，吼。啊，比咧，这比国人，国人就是家人有发现。
哎呦，你咧艰苦，啊，你是安怎艰苦？啊，这种方法吼，我有办法通互你这个平衡好，那就是我认真好。啊，是你到咧袂当去到学堂，啊，我会用跳波摆，我来晒你来，那就是我认真好。啊，那就是树和众生会当。哦，得到利益的叫做观念之福，所以安尼两字斗的，它叫做慈悲。啊，那不是干那念念字在唱功课，啊，无咪人啊慈悲哦，慈悲哦，啊，都实在了在做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今仔主题咱所在讲的，吼、哦，就是迄、那个打开心，打开心灯的事业。咱打开心灯就是伊个，咱打开咱的心灯的是伊个。阿弟阿讲个，人生第三一定爱有良心，良心就是咱的本性，良心就是咱真正爱良心，吼、哦，做良心。啊，这个打开心灯的是伊个，就是讲打开这个良心的本的这个这打开。喜悦不是快乐，咱若讲啊，某个人啊真快乐，快乐就是很快就乐啦，哦，你若看咱咧快乐，这乐虽然是真乐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毋过很快呢，真咧快乐，确定啊有咧痛苦，迄就是快乐。啊，咱这个喜悦就是讲，毋是干呐快乐个啊，我对内心欢喜出来。欢喜，这个悦就是欢喜，甲会跳起来安尼啊，安尼有足欢喜个。哦，迄、那个正讲个是悦，会使写讲快乐。哦，所以咱定咧讲啦，人生上啥物个第一，咱特别讲这个因缘啊。人生啥物个上宝贵？当然啦、啊，修德正德啊。哦，但是修道咱有要做，正果爱上天道，上天的评价，吼、哦，咱要做到互上天，哎，你爱有够格。老师讲的六十分道，互你会当飞天，飞天去咯，吼、哦。那咱这公老师来伫新闻山林盘有讲，迄、那个林坛主讲，老师啊。你嘛是哎，这个到底六十分是什么程度？六十分，哦，你讲到六十分就有够格啦，我咧上天庭啊，哦，啊六十分，唔免加一百分啦，真啊一百分咯，哎，相信全收袂到。啊，咱老师即卖教迄个啥？因为社会影响太深，啊，天时个境界，所以上天。咱的老师慈悲，咱的老师特别慈悲，开放甲存六十分，特别予咱会当做点小老师的。老师敢会讲讲白贼话？老师是外分呢，吼、哦。啊，而且佫三座的大名师呢，啊，伊敢会使互人讲？所以林坛主讲，哎、欸，老师啊，请教我。你这个几分，你嘛讲我清楚是到底偌济或者六十分？老师讲一句话，上简单的就是清楚。哦，但是好势吼，下昏不是要甲咱讲，咱着清口，要清口带在咱。我有只有讲过，跟第二组的根基作业，吼、哦。若无根基做定，迄叫无去三思八作工牌，把当初我做错事个时间就吃着，对不对？你熟悉嘞。啊，你啊根基做定好，你个根性够。你看，干呐煮一个迄个青菜豆腐汤，食甲肥麻麻嘞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或是咧讲个，就是意思讲，你会当。以后咱的经济做得做好，吼、哦，老师讲的讲，你都啥物叫做六十分清口啊？达到清口就是已经
他不要讲的啥，罪人已经出现了，不杀生啊，咱就是无杀生啊，哦，所以啊，而且咱查一个话题，互咱更加了解，对自身了解啦。咱这社会，报纸、电视，拢咧报讲啥？讲安尼哦，做自卑。对不对？真诶，法师我拢，咱袂使讲讲尔，咱以真理来讲就好，咱莫甲讲。咱讲家人着放心，咱大家即卖就是聚会头，咱大家拢着爱提比如出来。啥物叫做放心？很简单，咱好好甲咱讲。因即卖咧放心。本来我这要讲的是非本地啦，阿爸变啦，咱都道理都讲清楚。咱这个放心，咱呐要真正讲放心啦吼，咱一个上简单的就讲，咱要放心，像一个某某就是讲，参人来去一帮啊，玻璃，吼，啊买几只。哎，乌龟，这只乌龟变一只乌龟，我去买偌济，啊来参人去放生，安尼叫做放生。先佛叫你用智慧，这就是打叉。刘正康，对，因为安怎讲，咱好好听比喻一个咧。做人啊，做人吼，咱咧厝边一个较大咧，咧讲咧，哇，阮去吼参加有教会吼，迄有教会，家厝边哦，去放心哦，啊人，人迄个，人我嘛去，啊去刚买迄石犁产地啦，吼，啊迄个来甲放心。我讲吼，我讲无采工，你得放心。永安呐，人诶法师哦，拢甲咱讲功德偌大，我功德是法师诶情况。上天了给你祝福寿命，这太重要啊！咱毋是法师甲你做福，你会当幸福啦，也是上天诶福缘。因为安怎讲，做参考啦吼。咱不是说放生不好了，但是你错误。因为安怎，咱去工地石犁、买田犁、买河犁、菜市仔，迄是毋是讲，你着爱先去甲做，才有当买，对不对？呀，伊去买，伊着去甲迄土海啊咧买，对不对？啊，土海啊，伊着可以买啊，去甲鱼丸啊买啊，来买咧迄个鱼啊啦、河流啦，对不对？人活甲足自在呢，伫海里活甲足自在，你着叫人去家己啊，遐拼甲买卖，啊转再来到遐搬来搬去，已经死透了五分之啦，对不对？抓了过后，伊送去到海边一个放了水袂合，水尾好死鱼啊，好个呀。咱电视有嘛？咱电视就去定咧讲，讲好恁这。恁这自卑的啊，人也真讲到真好听。恁这自卑的啊，恁嘛偷心的，你害死个动物，互阮大尾啊，大只呢，好臭也好味啊。那你讲恁自卑，有智慧的人才想你啊。人活到现在，比如讲，我甲咱这姊妹兄弟甲你拜拜啊，啊来参加放生，你也万台。我真甲恁买啊！啊，我就要来放生啊！啊，我也无甲恁抬啊！但是安尼有效无？你会怨叹啊！我自逍遥自在，你先怎就甲我买去啊？可恶啊！真正放生，老师讲的，这个嘴莫甲食，啊，让伊的逍遥自在，加我两百块，迄就是放生。听好无？
这个属性放心。啊，这我无叫甲咱讲。哦，我来听道理，讲叫阮叫阮的叫家属，唔是安尼啊。我是讲真理予恁听，啊，恁若听有诶啦，去去了恁的亲戚组织去，大家都再注重我。啊，那恁我来说说。我是无无甲恁鼓励啦，鼓励为强迈的规矩是袂正确。但是呢，真理归真理，该讲就是爱讲。所以，这你有法度通把这真正的自己就做出来啊，人做就天路啊，那呢，你未来就是不健康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咱爱修道。啊，修道就是什么叫做修道？咱刚才修道啦吼，咱进修道当然有，到进在咱这个内底，到有三无修道，那有无修道，请举一个手咧。啊，哎，啊，你无哦，你还没有？啊，阿姨，我给你，啊。啊！哦，容易啦！啊，你咧，舌头卡我后阵牙齿光起来咧，哦。所以讲，有求，咱来注意听，有求道，咱大家拢有求道。要超凡入圣，要打这个环境的苦海，咱带这个环境带到好后加压榨。上华，我敢那刚刚背这个背到遐，真硬，唔讲翻袂喘。靠，迄个叫，靠倒来一步一步带起啦，靠，迄个讲袂喘。啊，唔过这啥，这是咱人生，这就是咱人生苦。啊，到年月到再去苦的时阵，你爱安怎？啊，先佛拢会甲咱叫甲咱讲地位摕出来。小姐脱啦，什么叫做解脱？把咱的痛苦分掉，这叫做解脱。啊，幸福，拢定讲这个，咱拢伫这个牢笼，哦，牢笼，唔知对唔对啦吼。我这个国语、台语拢互人笑甲讲迄个。迄、那个李先生咧讲，迄唔知是错啊错，因为袂正确啦，阿爸变啦，咱咧聪明，咱来听下就好吼。咱就是拢伫这个牢笼内底，落难，落难就是看咱有乖的呢。请问咱哪有上风无风乖呢？有无？恁遐有无？有乖的无？有无？咱每一个人关伫咧四角的高角内底，你敢走去困觉咯？这是一半包遐无你困得卡啊！你敢出去困觉咯？走去困旷野，拢嘛未必出来。啊，你出来到去个物件，拢是生老病死这四角情况内底，对不对啊？嘿，啊生老病死是会。下地狱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先佛甲咱叫咱解，就是解开咱这么痛苦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脱离，就是脱离这个，哦，咱讲西方极乐世界嘛，啊，哦，西方是极乐，哦，这咱爱知影这个真正的。得意啊！西方是极乐，啊，东方呢？东方就是苦海，嘿，有影无？咱大家吼，那去咧入院啦，咱那去甲病人看，哎呦，做人太艰苦了。做人太安怎啦？我唔爱用台啊，乖乖在用阳台啊，哦，有苦，有苦，对啊，
咱好好人才讲这一派，因为咱有业力，吼、哦，有这个因果因果。啊，所以呢，神佛伊足甲咱强调一句话：西方是极乐世界，咱大家拢讲上西方，对不对？啊，东方是苦海，哎，咱大家来做咧艰苦来，一到时啊咧，无当去找像我他娘的。哦，大家你也咧要成这个脾气啊！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会怨叹呐？我只万一寒是寒到你死啊，讲吹了三两千；热是大家走无路啊！各种世间事情像啥？以后咧讲去掠皇帝去，掠国王去，空啥空？要干啥咧？神乎邪相？大天苦海时啊，你食不不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搁伫生老病死，你唔搁袂使。所以咱爱感恩神佛慈悲，也叫咱得爱解脱。迄、那个，这个迄个老龙的这个脸呐、啊，说是好好回，赶紧得走。咱人输伊啊呢，咱人输伊啊，你要相信。咱安尼自己过日，啊，落落家拢惯习了，对。啊，人鱼仔偌巧个呢，鱼仔若转拄着咧落雨，伊即款注意安尼落去，今仔带咧咧烧滚滚咧带咧了。咧落雨有个青水落来，大只都要拼出来。咱老爸安尼拼，可怜。咱老母，咱唔能讲人是万年之恩。输的老先生，这是好势，到这年纪拢经验足多，才只敢安尼讲。啊，从这经验报告互恁知影，咱输精神啊，嘿，迄有得想要食草嘞，通做粉嘞，吼、哦。所以我要讲白话，你哪，别卖讲讲白。我讲这因果，你若唔相信因果，你修道未认真；你若相信因果，你才想要脱离因果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影响我心情较轻松。咱家己啦，家己，这个家己吼，家己。一种啦吼，讲我做啥？这个家己讲我做诸罗三遍了。这个、较老辈较知影啦，啊啦少年咧唔知影，知影啥？这都无听讲。家己叫做诸罗三。啊，伫迄个啊，伫解家己迄个诸罗三个情况里进，差不多七十年，六十多年至七十年这当中，你这诸罗三。也正能讲家己较听，有两个，一个叫做，一个叫做，林树海啦吼。一个叫做丹曼才啊，哦，我个头脑做快个，嘿，用两拢不搞得死吗？丹曼才甲林书海两个是啥？同大伫这个诸罗山，家己就对。啊，因为讲伫迄个时代，咱就爱讲时代个病，那老话听较有。啊，所以伫这诸罗山这个所在啊，这个丹曼才甲林书海两个吼，唔是亲兄弟，也唔去作伙，斗阵了真好，像亲爷煞变像亲兄弟安尼真好，小只好。唔过这个丹曼才，伊头脑有较外，外缘较重啦，伊做啥，他爱做生意，
以上讲着做生意才会当赚钱。干那大心自罗山遐做心吼，啊，从得从得嘞，做死了人吼。南靖讲的人讲差不多差不多，着拼生意，拼后得，安尼才会大赚钱。这个张万才，伊的心就是安尼，向外口讲做生意。爱怎离开朱罗山去他方外里去做生意？这几年了后，哎，真正赚着大钱，赚着大钱，伊就搁转来朱罗山遐创啥？开一间旅馆，咱个家己的旅馆，啊店店小店，吼，啊家己的迄个。啊，转来伊来找这个林树海，林树海伊都参加好。啊，古爹就来甲找，找找，啊，你看，啊，林树海，你已经三十六岁啊，啊，翁仔我结婚，甲进三十六岁啊，啊，你拢无啥出番呢，真关心啦，讲哎呀，甲进三十六岁啊，拢无啥出番，无卡无赚着钱就对啦，啊，干那做新吼，收无一个三岁，啊，你较唔来有做生意啊？哦，伊是好心。啊，这个林树海，哦，这林树海讲，哎，那不一样。讲会简单，做会困难。我也无，咱讲我无啥出头，我好本钱通去做生意。啊，佫嘛唔知要做啥物生意。这陈万才吼，伊就兄弟情真有啊。虽然唔是亲兄弟，但是做伙吼，伊真有情分。伊就甲讲啊。讲你若要落去做，我无做，迄、那个五百两银子。啊，伊讲，啊，你五百两银子我，啊，你叫我做啥生意啊？我无凭做事的人啊。伊讲，安尼，我教你一个方法，人若咧修行切啊，咱即若较老辈，这切啊，人拢有咧点嘛吼。即拢知影，来，就咱客家足侪人切啊块，拢人也大路咧拍车啊，拍打伊就去甲规个拢得去。啊，等啥？等修行了会去叫，啊才趁钱。啊林叔爱想啥个讲？安尼嘛好，而且你搁要招我做官，安尼好。这个慢慢在讲，你只要加条心肝。讲我只要你五十万、五百两银啊！迄阵一个讲真嘞，一个讲办，迄阵拢讲五两银啊，五百两银。那五百两银，咱好势甲保平好好进嘞，应该五十万。啊！伊怎啊讲好？啊！我写条收据，写条照片，就叫照片一收。啊！怎啊甲照五百两银？啊，这样开始哦，伊就听因素单万载的话啊，怎啊天时间变清啊变清啊，变变来怎啊顿起来啊？啊，等他修行了后，人讲上天是最好的安排，伊嘛是做这个因素海多的时机。迄个时阵，你切啊顿起来的时阵，哇，其他各种头拢是咧闹饥荒，就是我国拢欠袂少。啊，遮人怎啊拢知影林树海本色啊？啊，人去解释，哦，我着怎啊趁遮侪钱？吼，趁遮侪钱呢？伊阵着呾讲，着想讲啊，我都有趁钱啊！啊，这着林大哥吼，是这个陈大哥招来哦。伊五百两银款呢，就提去用这个陈万才。啊，陈万才讲，哦，啊，你着免遐赶紧，讲啊，我都有赚啦吼，我赚就赚起啊。啊，这五百两银我该当的。阵这个陈万才伊就想讲安那，我，啊，毋过你写我迄条小卷吼，我正常用，放伫底，无当去找呢。林树海讲，心内安尼想啦，反正这钱你传承我赚，不要紧。你若赚着，
啊，甲你聊就好。吼、哦，啊，陈万才讲哇，安尼好，兄弟真正有情，有交情，安尼。哇，这代志五百两银，安尼用完了，收旧无，借旧无，摕到转来。经过三年后，经过三年后，有一日，咱迄个时间好贵啊，咱迄个面线话卖啥讲，用没有知影这个因果报应。算经过三年后，这个民宿海吼，有饲只牛啊牛母，饲只牛母吼，哇，迄只拄好要生牛仔囝。拄好要生牛仔囝，伊从我两个翁仔某啊，从我要来搞这只牛母接生，做三宝就对了。要帮助只牛母生这只牛仔囝好顺顺。生个只牛仔囝真啊顺。啊，经过。就差不多一个月，这样经过一个月，不简单呢。好、哦，无咱跳江。伊要，伊个三万林树海要把这只牛仔接生的，迄、那个一刹那中间，伊忽然间看伊的名讳，出现在出现三万在，的一个人影伫个，讲快来快来走来个树啊头遐，对。诶，伫树仔下诶五年啊，伊想讲要甲打招呼，举手要甲打招呼，忽然间人影叫伊，啊无伊伊咧牛仔，牛仔拄啊要生啊，所以不家己啊，无去啊注意啊，想讲诶，敢若像我咧幻觉，是我诶幻觉啊，我咧甲牛仔接生啊，接生了后经过一个月，忽然间呢，这陈万才因某。迄、那个因坎尔战士要广告啦，听好。陈万才因某提五百两银来找这个林叔啊，讲林先生啊，我想要甲你提五百两银，要来甲你买一只牛仔囝过来。林叔爱讲无咯，我喊你生牛仔囝呢，啊，这牛仔囝生了到底是顺呢？啊！我要甲饲养活只，通把花车地牛搞到趁钱。迄阵吼，阿万才某哈哇晒头，吼啊贵咯。讲林先生啊，你我要求一下，吼、哦，阮翁就是倒来甲我托案，讲伊就是甲你有背啦，有背良心甲你要迄个五百两银。哇！咱这边的时间一直在赶哦，所以拢做无跳针。伊就是有一日啦吼，迄、那个牛仔囝迄人家讲，有一日这个陈万才吼，提一张单，提一张，伊迄是鼓吹的，迄个叫鼓吹的。应该人当伊是第一行，伊是毋是第一条？啊，因为咱世间人就是这个贼啦啦，钱哦，杀人的心嘛，想五百两银的吼，我提来，佮交五百两银啦。啊，林叔阿伊就想去伊乖啊，哎兄弟，啊你就讲你无当找我，甲你讲若找一个较厉害，啊我五百两银就是伊啊，嘿。咱人吼、哦，心哪底？咱讲老师教，就是多少心，迄个心就上老变啦。想着钱，哇系啊，心搁也贪嘛，用心搁加贪起，哇人心搁出现。对咯，嘿，兄弟，你莫讲笑哦。你若钱有用我，即条招股海搁伫我手里。我，当今时就是要甲你聊啊，系啊。林书海以前啊，吃亏的就是伊用政府啊，啊人就有迄条政府啊，唉，反正你贪心我贪心啊，你若要搁你的人情要搁讨到回去嘛是吼，你讨到回去啊，啊落去手伊五百两来接，借五百两爱分一千两，安尼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后者安尼，啊有甲恁报起啊，即摆伊。
家来买许四只牛仔囝要来买刀当。伊讲啊，你先打这个陈万才，伊太太讲，啊，你先哪讲这是真的吗？伊讲是啦，啊，都因先生吼，当其时要甲你违背良心要你这五百两，我有甲款钱甲你听啦。啊，即摆吼，伊吼，即几日前来甲我托梦啦，来甲我要求，讲吼，甲我翁仔某的亲情爱做我到啦，就爱摕五百两银来行哩。把这只牛仔囝牵过来，这只牛仔囝，阮翁为着欠你这个债吼，要来出资做牛来，把你拖车、犁场来用你的啦。啊，我你话我命，唔甘阮翁来遮辛苦。林叔阿讲，当真啊呢？吼，当万载因某，讲甲口头无凭，那这事实就是安尼啊，吼。那阵林叔阿吼，想想讲，嗯，这因个可怕。好，那既然安尼吼，只要我囝互你砍断，啊，唔过吼。这个行情一只是十两银，我拿一只十两银。啊，你若摕五百两银要来搞阿我拿我生一只呢，我得爱五十只呢，五十只到五百两银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若要砍就好，就十两银下只，啊，你砍十两。讲无咯，一角银都袂使夹，一针银都袂使夹。那建民安爱搁订地一处，搁来转世来行，伊甲五百两银挂二十两银了，安尼卡会当开化。哦，林叔爱讲，既然那是因果真正来产生安尼好，你砍断伊，你砍断五百两，吼、哦，啊，照样五百两银拢甲收搁当来。哦，迄个加冤枉的，迄也毋是讲迄个啊，啊，结果了后，安尼即只牛仔囝砍断，哦，啊，最近网络嘛有出出，咱嘛咧看网络的，原来一个迄佛教迄，迄原来因果啊，原来做主啊咧破解，哦，迄报出来的网络。你也想，安尼有可能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绝对爱经营个，吼、哦，了断这个因果，吼、哦，咱绝对唔通做恶因，吼、哦，这是咱讲实在，吼、哦，即咱甲你插播这个因果，咱就爱了解，所以啊，咱无做一家。六祖讲，伊当年是六祖去拜五祖的时阵呐，伊就讲我向汝说，世人生死殊难，吼、哦，汝等终日只求福缘，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吼、哦，诸生若别，何何可求？这句话甲咱提醒啊。这句话就是五祖开始要甲六祖讲的时阵，伊甲向众人这修道人讲，伊讲恁大家啦，哦，入定就是讲恁大家，恁大家吼，爱知影世人生死殊大，咱的生死这项代志上大，你要看上头家爱食。伊来转世，过来做牛，袂当去个开发，吼、哦，伊就欠人个债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这个轮回，世间人上难行，啊，佫上艰苦，所以讲，入定将这枝条复变，就是讲，入定就是讲，恁大家，吼、哦，那刚刚讲入就是讲你。啊，入定就是讲，恁大家吼，将自己干呐求福田，求啥物福田？求咱厝咧斗大间咧，车咧快斗好个，
啊，衫咧穿到好个，吼、哦，啊，逐项个咧比人较好、较享受，吼、哦。安尼才叫做拢咧找方便，找咱个福报。啊，咱五祖讲，恁拢毋争求求出离即个生死苦海，就是讲，即、這个生死苦海，就是肉道轮回即个苦海。即、這个肉道轮回即个苦海，或者生死是作难个。恁拢袂用咧求即条路光去解脱，吼、哦。伊讲自性欲离，复何可避？自性若了袂去呢，你个福报偌大，你来换你超生了世即条路，一定拢无去。你啊看咱头一个开始讲个即个故事，伊讲我有足侪金山，我有银山，吼、哦。有金山银山，你都上好起来，喏、嗯哦，你放我回去，我金山银山拢可以。古罗英嘛，土地都袂晓用金嘛，连用银，伊就当做就好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有适当的你是报，无适当的你是废物，当时咱对不对？你选择咱也唔捌啦吼，咱也唔捌，啊，换人托你干嘛？玻璃啦，你玻人咧玻璃手以外挂落去，你挂变成一头个样死死个，你讲迄玻璃以外，你敢知影讲迄个泉州，规卡啦，规十万几包嘛，那个五万呐，就是上万，所以你干呐求这个迄个求这个福报，结果咱自性叫袂满意啦，唔装修多啊，哇，你讲。福报可比的，你用金山银山要干嘛？土地讲，要去偷我何要你的身这个身体来啊祭污死的嘛？哦，你啊，世间的万事万物，哦，自有上天最好的安排。哦，所以讲，咱众生定伫这生死苦海，到即卖，咱定啊听道理讲讲看。六万多人，但是你拢无遇到这个解脱，哈、哦，咱拢未当去解个解脱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咱大家也讲过，何诸何见呐？哦，所以讲，咱的五种五见，把咱达到咱的本性，怎啊都砍掉了，袂歹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心道无啥嘛，把这咱的脾气毛病给解掉，安尼就好啊。咱本来，咱伫西方来的时阵，伊讲叫做啥？菩提自性本来的清净啊，本来是清净的。所以圣人先如咱咧讲的吼，拢是非常伟大的，是咱安尼当作咧读册家念佛嘛。哦，本来清净，伊讲但愿初心，这是真正的话呢。伊就会当除了身分，吼、哦，除了成果，你身分就是安尼样靠方式化。只要咱会当做，你做无做安尼，对不对？有做报名讲，菩提诸心，啊本来就清净，啊咱要用对角心，伊讲当用处心。这个心是三心，他给咱咧讲人心、道心、三心，拢咪拢咪讲。拄啊好讲，本来清净，这个清净心安尼好，你想到一部分拢无。世间，咱爱记了一句话，后面要记到了一句话。咱这块皮啊，长这块皮啊，好水平啊咧，安尼比如长这块皮。那边大地的话，这个杯啊，互你捧个茶，甲你停，你都袂当停他停个，对哦。我想想停嘛是够停，迄就是讲捧碗变大个，上天给我们的都是很有用意啦，大家拢变大，所以看咱家叫停不。咱叫停工，叫啥意思？
天公啊，天上公平，这叫做天公。所以，吼、哦，咱众生比较迷茫了，就是这个五种五变甲数据的目标，万行拢是咱的命，吼、哦，爱放掉，爱放下，万事万物来放下。我来讲，咱是安怎也袂当放下。九点二十吼，你看，九点十五，十五啊！啊，安尼好，我即地讲好了得。咱讲叫咱放下，咱放下下咧，怎么叫我们放下？放下不是讲你只要物件现在退掉，啊，它动了啦，我它动了，不是这种放下，就是讲万变放下。哦，咱万年放下，哦，唔是讲你唔能趁钱哦，唔能搞错误哦。万年就是讲，你慢慢行对咱自性无利益嘅，拢把放下，会阻碍咱嘅修道，会影响到咱本性嘅前途嘅，你拢把放下，你叫做万年放下。我来讲一个相差几多，一个师傅，一个徒弟对因师傅在修道。哎，师傅哦，看这个徒弟哦，啊，人家讲啊，戆徒弟啊，放下啦，放下啦。哎，这个戆徒弟哦，哎，师傅啊。你也无解释真正意思，你叫我放下是免哪放下啦？是啥会叫做放下啦？嘿，两个放下，伊安尼会当了解，伊怎啊讲啥？来，啊你这戆徒弟无那个透地，吼、哦，因为徒弟都想袂晓真啦，啊讲是叫我啥物叫做放下？伊讲来，戆徒弟。今仔日忘了吼，无来请你一个师，煮泡茶给你啉，啊，就摕茶杯，啊，就倒泡茶。伊讲师傅啊，啊，泡茶就我泡给你啉吗？太师傅，你咧泡我哩，讲今仔日变，你免点解来，阿我放好，一个阿我放茶，关键的一句话，你要听清楚。哦，这个意思来摸出来。因师傅茶讲熬啊烹好，落来就烹咧好，上手一个熬啊烹甲迄个，烹甲仔仔哦，金葵烹甲多济。因师傅就茶啊，甲停啊停啊停啊，爱茶烧滚滚嘛，爱在遐停停。师傅啊，停呀停呀，唔能停啊！因师傅就隆隆隆隆隆隆隆，啊往那边甲停啦。天家藏着手，扑一个书啊！我一块布，一块你上爱的阿娃娃来看我。安尼就是叫做万年放下。哦，藏着啊嘛，等到藏着才放下嘛。这个关卡，这瓶颈，你若摸出来，你就做不到。咱人叫咱放下，你放不下。等到你拄着代志，我能解决的时阵，你乖乖去放下。啊，等解阵是安怎痛苦？咱唔通痛苦，咱换来他比较讲的讲喜悦，欢喜甲会跳起来，跳去倒会跳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安、啊、尼对不对？听懂吗？安尼对啦，刚过我十五分，我第二是过我十五分啦。哎，会用哦，因为这块地讲来有点子。啊，所以我好一寡多回家，叫啊怎啊换一个新鲜的，新做的，哦，啊是这样，哦，感谢咱政府的支持啦，哦啊感谢咱观众，今仔日让我有这机会，感谢咱领导，感谢咱各位前辈，哦，我有这机会来遮学习，非常的感恩，哦，啊伫遮祝福咱大家万事如意，哦啊。这个德福宫殿，哦，谢谢各位。